错了，再来。今天是外婆生日，我换上复古西装，在找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，兜兜兜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大魔王，敢玩点不一样的颜色吗？我是漫画家杰克，那天我正在画漫画。
然。你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，礼物倒是有一个，不过没那么容易拿到。Can I be your superhero?气流可以不断的吹雪，再加上反复横跳的走路，灵巧避开了所有的雪呢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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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那我就变成冰雹砸死先生。